你们两个还睡不睡的？每天晚上都在这里争这个空调位。你看，又打起来了。今早上门，哼，这老洞精得很。粽子呢？粽子呢？去把粽子叼过来，粽子叼过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来了？几点了？我们看一下，1点多。1点半了，还不睡觉？出去。好死了。